日前某天，搜狐视频撞见赵又廷匆忙抵京，而几小时后，高圆圆便也从外地火速回京。看来这对甜蜜恋人将会在北京幸福团聚了。当天，搜狐视频见身穿一身格子衬衫、戴着棒球帽、打扮十分低调的赵又廷，仅由一名男助理跟随，乘下午的班机抵达北京。走出闸口后，赵又廷一路脚步匆忙，一边不做耽搁的直奔停车场，一边拿出手机打电话。而就在赵又廷离开机场几个小时后，搜狐视频便要在闸口撞见回京的高圆圆。素颜衬衫牛仔裤打扮中性的她，在多名助理的陪同下，匆忙地从机场大厅赶至停车场。而不等助理将行李安放好，高圆圆便心急地登上座驾，坐等开车。看来与赵又廷相会，令其十分心切吧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